最下面，左边，对，这个，换一个浏览器，对吧？这个浏览器四代翻墙，之前还不错。相对来说是好一点啊，主要是，H 看 Twitch TV 不是很给力。对。但这个最近这个代理啊，就是这个 Go Crew 嘛，也有点问题，我也不知受道，到了影响，也受到影响，肯定会被波及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正在，对吧，重要的事件之中。这样来的你，对啊，哦，是不是嘛？你这说的好像我们要被关频道了呀，你这么说，啊，没有啊，莫谈国事好不好？我没有谈呀，对不对？不，这客观存在的呀，反事正就实。卡，我就告诉大家，反正现在最近就昨天我看那个 IM 啊，都卡成马了。他们说你这个长得像橡皮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吗？啊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说你感觉现在过完年以后造型像橡皮擦。橡皮擦是什么意思？橡皮擦就是那个绘图的那个橡皮。那么丑？谁说的？谁发的帖子？是不是有人发的帖子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在弹幕里面说的。弹幕里面说弹的，幕还是评论里面说的？视频那评有点论。抓不到这个人这呢，真是抓不到，抓不对到。吧？要是你敢在帖子里面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封你们号，封你们 IP，封你们 IP 段，连不上去怎么办？连不上去吗？还看那个呀？这个加代理呢？没用，用不了。啊、哦，我已经试过了。昨天我是什么方法都用过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行。哎，怎么办？算了呀，哎，那个凑合凑合还能看，凑合一试下。试这个看。这个好像也没试过。哎，最近网络确实不给力啊，也不是我们想的。对对，吧？这最近大家昨天看我在家里面播 AM，从来没有那么卡过，都卡的妈都不认识了。到最后到了晚上10点多还是11点，好，终于是可以看了。然后你然看，后一上去就看到 PVP，我默默的就关掉打第一视角去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因为我看后面全是 PVP。昨天还是海选赛对吧？海选赛呀，不好海看呀，选赛本来就不好看。不好看，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一个。你复制错了，行吧，我用这个。哎，试试看这个地址能不能连上去？求你了，求他都没用，真是没有流量。诶，刚才好像有点反应，对吧？有没有人动过这个？难道是下面有这个也没有啊？没有呀，我没改过的呀。动都没动过。算了算了，老是心存幻想。那没办法呀，人总要幻想一下的嘛。哎，这个好像还不错的速度。是吧？好，可以，开始了。还可以，开始了。哦哟。来到了我的影图啊。这张地图，这张地图，我的战绩是一负10胜。没怎么输过的。他这边是针对了一下对手这个打法，用了一个这几地啊，7地啊，好像是哦。好像是7地，不是10地哈。但对手，对手裸双先 BG 啊，是不是打死一半呢？这有点针对啊，这个开局是非常针对的。看农民操作呗，7地，他就7个七农民。地七地。哎呀，进去了，这怎么办？就既然放七 D，这种素质太差了。拖农民，有什么用吗？拖农民，哎，拖时间啊！抢手了，等一个叉出来了，我就有希望。这血晶不能掉，血晶不能掉，他要强要血晶。他补了一根血晶的，没关系，直接把你农民咬死光了，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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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当时也，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啊，就是你既然补了第二根血晶，你何必在这里？用农民啊，你 A 怎么跑呀，农民？第一个叉出不来啊，你不是后面还有一根水晶吗？两下就 A 掉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反正就战术被针对了。对的，这战术被针对，7D、10D，我估计都打不到东西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张图他选择的是裸双带那个裸双先兵，
这开局呢确实被针对了，确实被针对的。嗯，好吧，那这样的话刚好就我们就看到 Soulkey 赢的，嗯，也看到怎么赢的，这场比赛也没什么好看的，这也没什么好，幸好是没什么好看的，要不然又要被骂了。好吧，这边我要换个代理，等下场比赛，下场比赛就是那个 Pat 要对阵 Scott、嗯、对 Pat 对阵 Scott 这样 PVP 的对抗呢、嗯、Pat 是 P 吧，对，是 Z 还是 P、啊、好像是就是小强，已经小强到我们对他我忘了，我好记得好像是，我记得是 Z， 好像 Z 是 Z， 好像是 Z， 因为这个小强嗯之前看过他一些比赛，嗯，哎呀，管他是 Z 还是 P， 反正这个比赛就没 T， 嗯，对吧？这个 T 一共就三个呀。对呀、啊，世界三大人组已经死了一个了。BB 用是吧？不是呀，是哪个 ？Supernova 呀。哦 ，Supernova 已经死了。对，那只能靠 BB 用拯救世界了呀。还有马入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之前我听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嗯，那个 IEM 的比赛啊，嗯，据说是有七个 P， 嗯，已经有七个 P 晋级了，他们受不了了，一共好像就八个人，现在他们最后受不了，邀请那个 Taja。海选赛还是什么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那个世界比赛，已经有七个人晋级了。哦，七个人晋级，他们说是七个 P， 他们受不了了，直接邀请一个人组叫泰甲，哦、也蛮搞的，估计全部受不了了，有点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。